我叫姜非凡，17岁，是香港培侨中学的一名学生。我的爱好比较特殊，我喜欢步操。我感觉步操有种纪律和意志的美感。喂，非凡。喂，好，等一下我先。好，今日教班细的练习下中式步操咯。好啊。学轩学长比我高一级，他是学校升旗队的一员。每次训练最积极的就是他。升旗队队员要不断进步，追求完美。只要有时间，我们都会坚持训练。咁等去看下网上啲有冇片可以教我哋自己学习一下咯。冇等行出嚟个样子，核突咗就唔好啦，系咪先？我觉得好啊，即系等佢哋可以即系认识一下，即系知道我哋有。2018年，我哋参加咗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。喺驻港部队嘅新围军营，我度过咗非常难忘嘅15日。从嗰阵起，我迷上咗中式步操，亦即系队列。而且那个大场面、大方队，然后再加上整齐划一，那就特别帅，而且落地有声啊，正步。就那时候穿上军装迷彩服，就要扎腰带，然后戴帽子，然后那个挎包水壶背上，然后那种感觉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就很紧张，然后就那种热血的感觉，就是真的自己是其中人民解放军的一员。摆臂有力，身姿挺拔，经过队列训练之后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。还有很多在部队养成的习惯，我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现在还是盖的是那个军营里面发的毛巾被吧，有时候也会去叠豆腐块，然后感觉是一种部队在我身上留下的一种烙印，我是特别的喜欢吧。夏令营翻嚟之后，学校啱好组建咗升旗队，我同学轩学长好高兴，好快就成为咗升旗队嘅骨干。对我哋嚟讲，呢个队伍有不一样嘅意义。第一节课讲的是培训的，并不是直接下去就开始练习升国旗，是从国家的建立开始说起，然后慢慢的由历史的角度切入，然后让我们明白了国旗对我们的意义，然后我们应该去尊重它，然后再进行一个升国旗的一个训练。所以我觉得想起以前的这种历史来，就使自己就是更深刻的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然后自己也是需要就是为未来这个中国的发展也是需要负责，就是毕竟我们是苦难中过来。三七七七七，小心，慢咗慢咗慢咗。喺香港，大多数学校一直沿用英式步操进行升旗，而自从学识了队列动作，我们没有一日不想着用中式步操升起五星红旗，哪怕只是齐步。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在升旗队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话语权，那就有时候就带着一些低年级的去练嘛。我们很想试一下的，我们很想试一下的，要是能的话绝对可以。
住五星红旗在风中飞扬，我心底无比自豪，因为祖国越来越强大，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。香港有1000多间中小学，80000名青少年，如果大家都好像先辈一样为中国崛起而努力奋斗，我们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，祖国一定会更加强盛。